国际服玩的香菇儿，没关系，你有浩浩儿。大家好，我是浩浩儿。今天呢，因为我们前阵子有做一支影片，是死有关死亡清算的影片。对，那里面有讲到 GG 给的那个贴文嘛？对，然后它下面是八个框框加一个召唤骷髅，然后让大家以为是九个物品，那其实它不是九个物品，它只是它的表示有点可能是外国人的用法这样子。对，那现在就变成说，终于有人找到这个死亡清算的配方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死亡清算的配方，真的很靠腰。来，首先我们就准备相同类型的法杖，四只，一只是普通的，然后一只是魔法的，一只稀有的，然后一只是传奇的。那你把它放上去，记得都要相同类型哦。然后你再叠上去，它就出来了，而且它的ILV 是94，不知道是怎么算的，反正他 ILV 是94，应该是随机的吧，因为我看路服是71等嘛，那我们这边是94等，那就很神奇，但是就没什么逻辑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看别的影片，不是用我这种法杖啊，他是用那个峡湾之星的那种法杖哦，抱歉，对，就法杖啦，那你们可以去试一下，你们都可以试一下那个法杖，今天只是把这个死亡清算公开一下而已。好，我们把它换出来。那我们顺便看一下现在一颗大概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我们试到很累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我现在一颗可以卖到35稀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这可以赚钱吗？我卖出去跟你们讲啊，我这边就摆一个30 C 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我真的成功卖掉的话，我就跟你们讲，因为那四只我只花了四个点金石就买到了，然后你再一颗那个召唤骷髅，大概五十一不到吧。然后如果30C卖掉的话，那超夸张的，对啊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啊，有赚钱我就跟你们讲，好不好？那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对啊，看你们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，对啊，就是这个做庄这。这个叫什么配方逻辑，好吧，这个配方逻辑就很奇怪，对吧？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配方逻辑完全没有问题，它就是对的，那你就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，让我看看你是谁，好不好？对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